老板兄弟们，这个叫带子，它也叫绿贝哈，一种只吃瑶柱的贝类啊。它的瑶柱可以侧身着吃，也可以爆炒，是味非常的鲜美的哈。有老铁一进来看到这么好的带子啊，他反手就是一个双击。有老铁子还在犹豫，这给双击吧也费电，不给吧这么好的带子又说不过去。我老铁别犹豫了哈，给个双击加关注。好几个老铁私信跟我说，如果你能在不解剖海参的情况下将里面的脏东西成功的取出来的话，反手就给我一个双击啊。那么好，提笔写出烦恼。哦，给不给我双击啊？啊，好，来加上一个小小的关注啊！时间左右户外赶海直播，带你抓海鲜。好吧，兄弟们，呈现在大家眼前的这个东西啊，叫做绿贝啊，也叫带子。这么大一个带子，只吃中间这点摇贝柱，洗净之后啊，花椒、干红辣椒一爆炒，嘎嘎的香。有的老铁一进来啊，他没吃过这种海鲜，反手就给你一个双击，你说那速度那个快，拦都拦不住。算了，我也不拦了啊！顺便加个关注，看我赶海直播。走在海边的石头上面、柱子上啊，都长了密密麻麻的这个小东西啊，是不是鸡皮疙瘩都起了满身？今天我这个强迫症就来拯救一下密集恐惧症的你。如果你也感觉产区之后挺舒服的，请给老弟来上一颗小红心。喜欢大海的加关注，带你赶海直播抓海鲜喽。这80%的老铁啊，总会认为啊，这个海参遇到醋啊，它就会融化。你看我们家这个海参呢、啊，你怎么弄它就不会融化。我们家的海参就是海参中的战斗参呐、啊，这天天要双击啊，也没人给了。这个视频就给一个呗，喜欢大海的老铁加关注，看我赶海直播。